实在就是 SUM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兴汽车的东毅哦。相信各位看到身后这台 A Class 哦，可不是一般的 A Class 哦，它是 A 系列里面的王者 A45。我们店内这台是2015年的 A45 AMG 哦，是总代理的版本哦。全车原版件里程保证哦，我们的售价为149.8万。好，接下来带到各位哦，来看到这台车的外观哦。车主哦非常的细心哦，为这台车哦升级了一些套件哦，个人觉得哦看起来是非常的杀气哦。车主哦也改装了这个哦卡梦的下巴与定风翼哦，整体性看起来非常的霸气哦，非常的好看。再带大家哦看到我们铝圈的部分哦，车主也改装了一副哦18寸的铝圈哦。前面是配一条哦热熔胎哦，非常的热血哦，让你在激烈超驾的时候哦会有更好的抓地力。再带大家哦来到车尾巴的部分哦，车主也改装了一副哦碳纤维的尾翼哦，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哦，相信在激烈超驾也会有下压力的提升哦。然后最主要前车主哦有改装排气管哦，等一下我们大家可以让大家听听看哦，这个是我们的阀门的开启跟关闭的一个遥控器哦。没开阀门的声音哦，有开阀门的声音哦。接下来带各位哦来到这台车引擎室的部分哦，这台车哦是直列四缸哦涡轮增压引擎哦，搭载的是一副双离合器七速自走阀的变速箱哦，马力为360匹哦，扭力为45.9公斤米哦。然后车主也有稍微的改装一下，相信这些马力哦会在原厂的官方数据之上哦。接下来带到各位哦来到这台车内装部分哦，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方向盘哦也是有多功能的系统哦，然后再来这台车也配置了换挡快拨。然后接下来带到仪表板的部分啊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台车的实际里程为53000公里哦，是里程保证的哦。来到我们的中控屏幕的部分，这台车也配置的有蓝牙通话功能哦，当然也可以听音乐哦，最主要还有配置的我们的倒车摄影哦。OK， 然后我们看到中控仪表部分哦，车主也非常的热血哦，自己自行安装了一个哦 Turbo 的指数表哦。我们再来也有选配 HK 的音响哦，听起来非常的棒哦，不管你今天要出去哪里游玩哦，开着车子哦，放着音乐，它都可以带来给你最好的音质，来去沉淀你的心灵哦。这台车啊，也配置了我们的全景天窗。现在哦，带大家哦来到这台车的内装部分哦。这台车哦，前车主哦也选配了这两张蝴蝶椅哦，看起来非常的有战斗气息哦。包含在超驾的时候，也给你很好的包覆性。接下来哦，看到我身上哦。现在背着这条哦红色安全带哦，看起来非常的热血哦，这也是 AMG 才有的一个特色哦。在这样赛车椅哦，当然它有很多方向可以调节哦，除此之外哦，它的腰靠部分也可以调节哦，让你在激烈超驾的时候哦，可以完完全全把你整个人哦包覆在椅子上。接下来哦，带到这台车的后行李箱的部分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哦，这台车前车主哦也改了一个后拉杆哦，在你激烈超驾的时候会让车身非常的稳定哦。但是哦，它这台车还可以后座倾倒哦，所以不必太担心说你的置物空间不太够，还是非常的充足的。
会推荐大家买这台车的原因，是因为现在 A250 在路上跑非常的多，它其实跟 A45 的价差其实讲坦白的并不大。如果你是在找 A250 的话，不妨参考一下我们这台 A45 哦，它该给你的动力还有底盘，再的话还有内装的部分是一般的 A250 所不能带给你的，所以我觉得买这台车非常超值的原因是在这里，而且这台车在市场上非常的稀少，你绝对值得拥有。最后跟大家重复一次，这台是我们的2015年 A45 AMG 是总代理的版本，如果你也喜欢体验热血这种小高炮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，我们的售价为149.8万，欢迎线上搜寻 SUM 达兴汽车，谢谢各位。实在就是 SUM。